好鬼多，成个城市都吸引咗，啲高速公路又阔得多，改路工程继续进行，收费又继续实行，一条 highway 有几个收费站，睇见自己嘅国家发展得咁鬼多元化，睇见真系开心啊！呢句真系真心，距离2020宏愿仲有20年，唔使怕，仲有大把时间慢慢发展，新路线嘅轻快铁。通行几年，啲冷气大巴士取代啲迷你沙丁鱼，行过荒废咗好耐嗰一间光艺戏院，心思思想去阿罗街食碗牛腩面，行到入池厂街里边，依然系又当又店，去开嗰间机场，听讲就搬咗几年，啲小贩猛咁喺度嗌10蚊3件，10蚊3件，听翻啲自家广东话，感觉真系亲切。无论你去到几远，点解要翻屋企？呢度先至系你嘅出生地。无论你去到几远。先至系你嘅生长地，无论你去到几远，最紧要识得翻嚟。咪忘记，咪忘记，咁耐冇翻嚟，最近又兴紧啲乜？风暴过后，直销仲做唔做得？双峰塔嘅落成，增添咗新嘅气氛。年尾千禧除夕倒数又有几虚撼？发现一个新现象，以前都冇咁夸张。由 KL 排到上 PJ， 几乎都国产车。Pagana、Isuara 又 Satra 又 Vira， 懒系有爱国精神，其实冇钱买入口指针。可能一直以嚟经济都唔系咁好，所以好多人都当正外国系宝，千方百计都想走去外边搵嘢做。跳飞机非法移民等于系偷渡，然后就搏命做嘢 ，OT 就猛咁加。有啲女嘅就揾人夹博可以攞到 PR， 你咪再孖孖叉叉学习下人哋啲文化，得闲得翻下嚟去探下你爸同你妈。无论你去到几远，记得要翻屋企，呢度先至系你嘅出生地。无论你去到几远，记得要翻屋企，咪忘记，咪忘记，咪忘记。无论你去到几远。呢度先至系你嘅生长地，无论你去到几远，最紧要识得翻嚟。咪忘记，咪忘记。所以